大家好，我是朵朵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。今天我教大家织延伸针，延伸针也叫拉针，一般织单元保针、双元保针的时候用到。下面我教大家织。我们先示范一下下针的延伸针，右帮针挂线，然后把左针上的一针移到右针上不织，继续往下织下针。反面织上针，织到延伸针的地方，上针要和挂线两针一起织上针，然后继续往下织上针。这就是下针的延伸针。上针的延伸针和下针的延伸针方法一样，只不过正面是上针的时候上针挂线不织，反面织到延伸针的时候下针和挂线一起编织。还有一种先编织后拆开的方法织延伸针，把右帮针插入左边第一针下面一行的一针里面，左棒针抽出放开这一针，然后右棒针往上拉，用左棒针插入这两针，这两针一起织下针，这样就是织好了一针延伸针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